事化小，小事化无了。那这一局目前是有一点状况，两好三坏。就这个球捞起来，在中右外野方向，今天这边是有点顺风哦。球呢，出去了，红不让。哦，厉害厉害，向伟大的劳工朋友致敬。一边施工还不忘不忘看球赛，好不好？这是一支右外野的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周思齐在本季的第六发的全垒打。哇，这一球一打高就知道这个球应该是留不住。对，因为今天这边太顺风太强了，其实也不是正的顺风，稍微有点横的吹哈。但原则上，就算是横的吹哦，对于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它一定也会有一点点帮助。所以感觉上一打出去的第四瞬间，看终结在后退的感觉，好像还有一点机会。但我们看到中间差不多只退了两三步，就让这个球那就让没有什么机会。对，有点越吹越远哦。这边打到左外野就完全是两码子事。这也是场上投球的王家成呢，在一军的比赛哦，被击出的第一支的全垒打。这个球其实投得也不算很差，是，但以周思齐来讲，他本来在挥击的过程当中，他的低球的攻击能力就还蛮不错的。